大哥一带来欧盟南西北书定来找来找幺零十点看欧盟南西北可以收税 APP 亲自群车收税儿童广播懂不得不夜夜可以送进去。哎，人啊得至一定的年纪了会得有一种感觉，生命空越来越多，熟悉的人越来越少。不单单是身边的人，还包括演员、明星。那比方说，这个电影编剧是叫于来。对，前两天刚刚过世嘛。于来的三儿子还是著名的导演，叫田壮壮。那个朋友圈里向发的也是一些，妈妈走了。于来呢是呢三十岁只，但是呢留下来个经典角色啊，可是会得一家传下去。别这样，我们不是说过吗？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那呢是一九两一年养了了两年的。哦，这样子苏三是讲一八岁的。哎，对一个经历之阵阵一个世纪的男人来讲呢，那个人生的曲曲折折、起起伏伏，是现在的人没办法想象。想哈那个原来呢，根本分想让那位的去做电影演员，并没有想过当演员，只是想当一个建筑的工程师。假使是后面你的身份将来，这个那就是。女工程师，但是于来十三个人呢，一九三一年十八年来，我们呢在跟指导人呢一路到北京，到一九三七年北京还不踏平，这一年呢那十六岁，所以那个新东光心里讲只有一个念头，我就要求和日本人斗争，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我不能在日本的铁蹄下生活，我要走，我就要。到这个八路军那儿去，因为他是抗日的，别人不抗日，他抗日，那我就要到那儿。十岁的时候，去寻八路军的队伍，去之前有桩事体呢，啥子改名字？万一有啥个情况，不能给连来屋里向人，所以于来原本呢叫啥？叫于白凤。那有一个姐姐也还个小姊妹，叫单淑凤，单淑凤的娘蛮开明的，只能到于来一带走。什么难讲啊？希望你们走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下，平坦的大路上，追求自由，追求光明，一路顺利。这个意思了，所以你懂得能人改名叫赵路。于白文随其来天的来日叫于来，不也是汉听意思也是汉。哎，名字改还真正的看你刚刚来了，当中光个十八人啊，那那当时现在电视剧里像个总统强，刚头刚那个，哥哥啊，不是，贴地满水是活生，真啊，硬胖硬要做人啊，个玉莲那里头刚刚出人，谁不十八人做了，可么那四个哈桌子再再挖个淡水，也就是这样的，死了吧啊，那么。虽然这样死，家里不知道，自己也很难过。说家里还不知道你在哪儿呢，你怎么了？你就没有了，是吧？我们两个人抱着哭了，但是呢，不害怕，就是只是准备就死吧，就是这样子的。哎，结果呢，这日本人他刚侵占这个中国，他想要收买人心。嗯，他说你也没有做什么抗日的事情。那就可以放你们出去，就给我们放出去了。终是势力诞生。哎呀，也是主持吧。哦，对啊，别的。西亚佛破为菩萨，记住这，最只有两个多万的最带油。你相信不了自家阿哥五个新理想，小孩带油一个第一印象。延安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个人的分配的任意何在？副长员呢，那是在推进那去议会去。哦，您憋住了。哎呀，搿普通闲话总憋真个。搿些辰光搿人普通闲话呢，普遍中国那不是啥事啊，会附近好了。是个是个。搿些辰光啊，我们原来勿一样个，也可以嘀嘀呱呱个普通闲话。副长员就是女主角。另外一方面呢，原来个爱人还来着。那个爱人呢，来观众肯定晓得，地方
烽烟滚滚唱英雄，英勇儿女里向的王政委。你跳得不错，小鬼。不好。咱们见过面呢。对了，弹汽车的时候。你叫什么名字？王芳。你父亲叫？王富彪。哎，你都哪这一代一代的呢？那非插足呢，听过去那才晓得的呀。有点故事个，一年是打玉兰呢，在这沿海个姊妹，谁的讲那个不是这个三路？来寻个玉兰。玉兰，你知道吗？大姐给我介绍个男朋友田芳。玉兰人们，那你喜欢他吗？三路，对一声，面孔一红。我，他，那个，你讨厌？啥意思？可是的婚高期，玉兰呢还是为海朋友开心，但是在夜里向那一高头辰光呢，想着该桩事体，心里向只觉得空荡荡、空落落。隔子两日，这个赵大人都马上要来寻玉兰。玉兰，跟你说个事儿，我不是把赵露介绍给田芳吗？完全搞错了，田芳说她喜欢的是你。我弄啊，我误会了。玉兰晓得三路还欢喜地方，你也寄信地方，求地方打三路也喝啊！田芳同志、赵露同志很喜欢你，你不能又喜欢赵露又喜欢玉兰，这是不应该的。地方应该，但是马上晓得哪桩事体子，所以拿这个玉兰的费讲一群。他的意思我已经知道了，那你对我的印象怎么样呢？那么个玉兰已经接到这讲了。为了朋友，我情愿牺牲自己的感情。你哪回事嘞？心都在我里头嘞。那么根据玉兰后面来回你啊，你不记得自个阿哥讲过这句闲话，但是地方的那个别把的闲话呢，你记得清清爽爽。难得你哪讲的？哎，我一直喜欢的是你，从在沿河岸边第一次见到你，就喜欢上你了。那么他一说以后呢？而且表示对我好感了，我这心里头也就自己在掂量到底应该怎么样吧，就是觉得他还是在我心里头有一定的分量的人。一句司令言，十句三个玉兰达，二句三个地方让以后结婚，一句四句言，玉兰的事业正在到一个新阶段，怕是你的第一本电影叫《巴黎咒语》。你看，你连石膏绷带还没有拿下来，你怎么能出院呢？大家都回前方去了，为什么偏叫我跟着你们一块转移呢？朱连长，我们也是最盼着你能早一天出院的，到了时候多一天也不会留你的。玉兰呢，自个在某一个啥故事里是龙溪沟里向摆个神娘子，个本身呢是玉兰透支身体了怕，肚皮里向打着那个仙女子。这些你是啥？你们就是后面来做这个代言的地藏掌。哦，搿只推荐结棍子是吧？所以地藏掌呢，从娘头皮里是火丸子怕的银子。娘子，你味道干上了，嗨，还能干上得了？我溜溜一夜没睡，糖的东西不要紧，这点烟这点茶叶，一受潮还不就全完了？革命家庭也是玉兰的代表作。可惜那观众呢，还有一个老人物，周恩来总理。有一趟追踪里呢，当这个谜啊变样玉兰，你演那个好妈妈，那个本电影呢，还有一个难得地方呢，就是玉兰打地方都夫妻俩高头，第一趟让同一本电影里向出现。我再告诉你个好消息，党组织决定把你和孩子们送到延安去。大多数观众呢，在这说是一个位置，烈火中用神，对，是吧？可以说没玉兰呢，谁不个个一本经典？是的，这个刚刚讲的这个演员特深入人心的。哎，为付出啊，再就是玉兰看这个本三十红眼，极力推荐给了电影厂，再会得拍成功电影。不要用眼泪告别，同志们，让我们用欢笑来迎接胜利。玉兰当辰光还分享着大本的拥有个钢铁啊，称爱个角色，
为的是呢，再有一只完整的过程。不对不，后头还拍过一本了。啊，有一个叫侦察兵嘛。对。但是呢，仔细看啊，你也觉得原来的面孔有点不大自然。哎，像上是有点僵、是吧？那在哪张的呀？哎，原来的个人碰上只一只大的事故，从房上摔下来了吗？我一脚踩着这两个檐哈，踩那个房顶，大家都很稳当，谁也没有摔着。那天太热了，我一下供血不足，就一下不知道我怎么自己就觉得自己怎么好像脑袋朝下了，待会儿什么都不知道了，就摔下去了。摔下去以后，这个脸呢，当时就直哆嗦，里头有伤疤，里头我这一个棍子从我这儿杵上去，我这个牙是假的，这个牙是摔死了的，这边这个牙是黑的，就没有神经的。当时这几牙都掉下来了，都给拖上去了，啊，这但是这个牙呢就折了，现在我这是个假牙，啊，就那个时候就摔成那样，这个棍子就一直捅到这里头去了，所以我这块肉里头有疤了，那么是就直抖，老控制不住，脸也是肿的。后来我看那个在侦察兵里的这个形象是不舒服哈，我觉得很难演戏，所以就觉得以后不要再演戏了。可不是，这个一年几岁？53岁，53岁对于一个演员来讲为年轻了，哈哈就可以拍戏了。但是这个一年呢，再再娘越来难过个，不是不能够拍戏，娘呢再再难过个是相爱子34年的爱人地方上一个头是故事。那么原来这个痛真的就痛得够上程度。前方的走吧，给我带来的这个创伤啊，就特别的深哎，特别的重。自己呢就是觉得呢，这样的一种感情上的这种失落吧，就是他走了就你一个人了。一腔辰光过去呢，不想进去内玉兰，你何苦这么苦自己啊？为什么不再往前走一步呢？我要去是再婚。哎，那爷爷的，那光是我忘不了田芳。我觉得，因为田芳同志对我的感情是十分十分的专一的啊。对我不管我做错了事情或者都是很采取原谅的态度、帮助的态度，所以我觉得我愧对。不能愧对他，而且在感情上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忘掉的，真的是不能一下子忘掉的。地方故事过于呢，越来越高的大致两个女子努力多培养身材，三女子第一张张大高比较说是自个做代言啊，靠筹着做演员，越来对屋里向人的演技呢为一个把柄了。那个我们家田芳演技是最好，我第二吧。田壮壮的表演实在还不够。大张不好，我讨厌大张。哎，我喝了你不少酒，以后到日本我请你喝好酒。那么这个董女士好像干的比较少。董女士叫田星星，嗯，是著名的录音师。年轻辰光一趟事故，结节一只眼睛被摔坏的。哎呦，说了你自身浪向痛了两个星期。就这个雨来啊，一夜天闷闷和个头发，一下子三十八。哎呦，这雨来自个的身体呢，还是磨难重重。那有是一个副名剧啊，因为这个一趟事故啊，摔脱一只。57岁个一年呢，也说出来一个例子，头头三三个岁数啊，吃子就苦哦。椎间盘突出，那个钉了8个钛钉。开过2次刀，乳腺癌开过2次刀，这腰椎开过2次刀，这腿开过2次刀，呵呵，一共开过8次刀。哎呦，你看他笑着说，我一共开过8次刀。但是呢，也是分享了一句，不一年，60岁的玉兰重新出山，组织刚刚成立的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的第一任厂长。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扛过来的，但是后来我又觉得。他不是在扛，他是心里啊，始终就有一种，他活着他就要做出奉献，活着就要有意义。为你个玉兰呢，女怪兽的让二英厂的三公帮里，我到下下日出去说说太阳，虽然一个普普通通的邋遢，其实你最大老大每个人才认得呢。
你是新中国年纪大第一明星，是中国儿童电影的开拓者，是拥有的钢铁如来。房子送拨了子女，一年过一呢，爷爷太着急，是子女发现，还是有啥个秘密呢？明明有五个子女，啥体一年进幼儿园十几趟，从来不敢搭子女讲呢？光看各位。马上来看好5G炫移动，信号更好，速度更快，手机更潮，权益更多，家里宽带千兆，家外 5G 千兆，家里家外快才痛快，中国移动。返厂返厂，紫金原产地东阳红木名贵硬木工厂直销即将返厂回东阳，现场剩余家具就地大转货，红木沙发15000，餐桌15000，顶箱大柜15000，多种材质多个款式15000，任挑任选。工厂特卖机，价格更亲民，买一件少一件喽。7天无理由退换货，3年免费上门维保，成交即可报销往返路费。活动地址苏州国际博览中心1馆。7月24至26日即将迎来第7届苏州孕婴产业博览会，每一位妈妈的信赖都是我们成长的源泉，每一位消费者的口碑都是我们优化的动力。母婴用品、产康服务一站购，轻松搞定育儿计划，新服务、新体验，超实惠，还有1元秒杀超值福利和母婴大礼包。7月24至26日，第7届苏州孕婴产业博览会，我们更用心呵护你。园区国际博览中心。商家自主报名流程，第一步微信搜索关注苏州锦鲤，第二步点击微信下方菜单栏报名板块进入商家报名页面，第三步根据要求填写真实信息，带星号的是必填的哦，第四步勾选是否同意以下声明，点击提交按钮就报名成功啦。牙齿种植找牙博士，牙博士口腔，欢迎您继续收看。士兵来招，来招！有一句来话叫“水里有粮，心里发慌”。那啦，牙来的问题浪向呢，有一种来朋友排队起来，哎呀，同地方子，还是伢了水里家百姓的，是吧？来里八菜，弄个菜菜，菜不那个子女，不来菜个。凡一三经上不写人我觉得得人光夸来不及，哎，当然这个呢总是假应该是因人而异，你万一带出去对不过你去妹妹就上去够黑的呢，假使是个子女是吧，啥啥都的看不来这是吧，那么与该种够力呢，当然你还可以理解，因为脑痛呢有一个69岁的张阿姨，最近呢，谁是睡得嘞，发的都要破骆驼，总算落地。你家们呢，开开心心追出点家事。说起来呢，咱家们其实是没啥矛盾。我娘呢，只不过想娘自家的晚年也有保障，而那个子女呢，也蛮通情达理，从来分去打娘都烦。啊，你都一家，这个生来个子娘的言语，我觉得呢，蛮开心，安心最可以。那这种态度值得前头没这里。是吧？是用心的陪伴、尊重，但是理解，这点大概就是爷娘耐心真正需要的。帮忙里都有家门呢，幸福安康。说最近李海云等你改枪呢，在红的一只游戏，拍一拍呀、啊，啊，是做个个经理杨经理，李海不多个孙子呢，还当呢领养这一点。还不是当张世提个，年年是遇得人真的不得了。现在你固定体重会花脱余量，那拍的分开干。明早一请来在我睡在菜市上去忙，已经比我身体个好活出来，一半么盐水，一半么鱼板，或者么吃红人，吃鸡腿肉，娘经理吃得还对。哎，我无人不相信呢，站不上去，我很开心。还不不像个是经历高低练个些游戏，但明在要理想不得不觉得那样个经历没落进在，所以还真讲是个瓜分奖金。我明在是啥个活动呢？是最近的第二趟我这样开奖，也送出一部新能源汽车，为3只手机。除此之外呢，我有眼花里花个奖品，红白已经哦一滴水。眼热啦，咁么还是要参与进来。所以从杨经理的些游戏开始，记得邀请朋友
才可以挪上五十个。所以我们呢已经挪阿丁啊、金家大队、来从眼睛啊、五指大卧龙，三阿姨、三阿姨到男人，才拉进来。辰光差不多，要等到再完成。我屋里把个惊喜盒子未分开，对，太白的忘记太子，礼物来再准备盒子，来开箱，当当当当，啊，拿错的拿错的拿错的，那个，明白？我的呀，那什么的，碎币啊，哦，比碎币盒子多了，那个叫永远碎柜。拿枪的个，哎，有种人可能看见过子啊，对，打了水浪向个，也是样水鳖，是吧？比水鳖要稀奇上千千个。那个呢，可以在那水机浪向下载一只 A P P 呢，你可以啊，改成那个身体的个那个心率啊，可以呢，改成的每天的睡眠的质量，为啥到那个水机里通，用那个蓝牙可以看少人发过来消息子。那上你们当电话来着，也是方便，也是实惠。到了水浪向是天天啊，跟了那个身边边，那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欧盟男人今晚在天明，明在了，侬个再会。